哎哎，没锤死哎！那怎么做？你要玩啥？你要玩 AD 不？你玩 AD 你就那我玩。给你整把那个辅助，哪个辅助？给你整把这个的。Hello there. 放包音，太白了，他是不是意思那个狗熊一直在后面，他生气了？我他妈 A 一下就成 A 死了。应该那个狗熊一直在后面，他生气了。砍了他不？我来砍了。啊、有200，我操，好爽！我等一下砍他还是点？这就心态炸了呀！那狗星子在后面放E，他受不了了。之前拿大浪豆的出装打的。我没打不了，反正杀不了。来，我来看，他打了。这嘴跟他妈的是开枪啊！没人在后面，人在后面，我听他有空了呀。不出血蓝刀特别缺蓝，那个蓝根本不够用的。感觉得了文捡到，感觉好像自己很牛逼啊、哦！杀了吧，尤其是，来杀呀！哇，这好爽啊！这一刀，哎，为什么会打我啊？那个大招直接给下的卡了，我给你支援个大招，能砍他不？你看我样子像能砍他的不？
看轮椅能触发阳刀，真的假的？你下棋下多了吧？没嘎呀，我抓你了。火虫，留着点，以后玩看人辅助，不要玩这手花里胡哨。贩子是买什么的？他买黑切的。哎，我怎么刀掉了？你给我跑吧。猎人得了文，攻速叠起来好爽啊！但是为什么才26秒？我这个致命节奏才26秒。我来了，快跑！我来了。往我这里跑。哎呦我操，哎怎么没闪过去啊？你都不嘎了吧？哎这怎么，我怎么感觉我吹得跟他死一样啊？你这个都没魔抗的。盖伦的 E 不能触发这个幻影柱，没什么用啊。得到什么？
追我哎。哎呦，坏了，我没 E， 来揍。哎呦我操！进去抽下这么多血吗？这个野区这日语搁这干干啥呀？对面三刀。压制大招怎么又好了？